再说一次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不插播英雄联盟。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啊，有什么好纠结的，等到真的这个我玩英雄联盟，我要是这个不能赚钱了，活不下去了，那我自然就不会玩英雄联盟，我会去做其他事情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哪怕它要凉啊，凉了就凉了，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那你天天说啊，这个东西要凉了，这个东西没了没了，说真的也没什么意思。你不要跟一个玩传奇的人说你不要玩传奇了，别这样。对面打野不来抓我啊，这感觉不错。追上来，你以为二打一我就怕啦？啊！漏刀了。好，溜达溜达溜达。这局补刀不错啊，至少暂时来说。别逃别逃别逃，放过，求放过。
对面是掘墓者，嗯，掘墓者，一般叫他挖坟的。Oh no！ 这个蘑菇没有炸！天哪天哪！哎呀！不会吧？哎，我们不开玩笑好不好？哎，哇、哦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们拜拜。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拜拜，我不跟你玩。学到没？怎么兑现节目？该溜就溜，该溜就溜，不要犹豫。哎呀，队友有点劣势啊。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一局补刀补得挺开心的，无所谓啦。哇、哦，恶鬼扑墓啊！晚上好，
终于杀人了呀，终于啊，不容易啊。哎，说起来这一局我是不是应该先出智慧摸刃比较好，待会儿对面的橡皮泥应该会来抓我。不，我还是决定先出这个飓风。飓风可是我的信仰啊。好，拜拜，我不跟你玩。那等最后他这个，等最后一下塔打出来，我再开屏障也来不也来得及啊，没必要这个开那么快，就要黄金简单。现在已经黄金了吧，我觉得这个号。哇，这个没收到。哦，跳断了吗？恭喜恭喜。这不开心。嗯，钻石局是很吃力啊，我玩钻石局也会很吃力。听我打钻石局确实是不太容易的，主要现在的听我你前期想打出优势太难。你说你前期对线钻石局的时候，你要把对面打到，把对面压制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是很难的。把很多英雄打提莫是好打的，反正是这样。晚上好。哇，一塔，爽，爽到了。
动迅疾。好，不用抓了。哦，这个打招还是要教一下。我去，我操，我靠，我操，我去，为自己疯狂打 call， 靠，怎么活下来的？啊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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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你妈！这都活下来了，我太佩服我自己了。说真的，我也一脸懵逼啊。我自己都一脸懵逼的，刚刚这个怎么都没想到这个竟然可以活下来。哎，我就走了吧，我不敢上了。刚刚是真的运气好，这都活下来了。啊，银血买不起啊，银血要3700。啊，我觉得来卖斗篷，不存在的，怎么可能卖斗篷吗？不存在，不存在的。啊，不过我刚刚是不是叫的太响了啊？刚刚那个，我刚刚是不是太激动了？会不会吓跑一些小伙伴啊？斗篷是加护甲，然后可以让你在防御塔附近跑得更快一些。啊，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刚刚这个太激动太激动了。啊，补偿啊，怎么补偿啊？这要怎么补偿呢？哎，可惜，当时果然还是要跑啊。没事，我超什么了？
啊，我刚刚吵醒了呀。我唱歌不好听啊，你一定要听我唱歌，我会唱两只老虎。你要听吗？那钱刚够号令啊，那去号令呗。毕竟有一个神奇的出装法，叫这个看钱出装法。虚空盟1800，买不起。溜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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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溜，不还是溜吧。队友是多么的照顾我呀！我看你们说我有两个辅助，我有两个辅助。好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两个辅助，哇！我是不可能会死的。我有两个辅助。啊！我是给扇子妈赞点赞的，还是给分女呢？啊！我还是比较喜欢分女，给分女吧。